不过接下来这一位呢，我们宇恩他管辖的地方五告贼包山包海哦，啊、到了这个石门啦、啊、山芝啊、淡水啊、巴黎啊都有。嗯，这么大怎么介绍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段 VC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北市第一选区淡水、巴黎、三芝、石门的市议员郑宇恩。巴黎有左岸哦，那他们那边的自行车步道啊，相较跟淡水都是比较完整的，而且其实淡水的繁华从巴黎看过来就是有更不一样的感觉。海关码头它以前是英国人管理的，那它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建筑跟它的工法，你会看到真的是很不一样。多走几步路，那我们淡水还有重建街，那重建街其实它是从淡水老街一个福佑宫的一条小巷子上去，那条重建街以前叫做九坎，那九坎就是它有九个往上一点的坡度，有九个坎这样子。年轻人喜欢活化一些古老的空间哦，你看到他们就会用一些盆栽啊，然后弄得很可爱，然后做一些装置，所以其实废置的或是没有用的空间再利用，就会呈现不一样的风貌。我想好吃的东西很多哦，但是我本人还是最喜欢吃阿给。阿给原名好像叫阿布拉阿给，那阿布拉就是豆腐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很方便又很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淡水最古老的一间庙，它是我们的淡水福佑宫，那它供奉的就是我们的妈祖，就是要保佑大家平安，然后在海上营运的时候海象都很平稳，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，所以这间庙真的是非常有历史，做政治任务都一定要来这边拜拜。每到五月都有一个大祖师爷的大拜拜，主要就是庆祝我们祖师爷的生日。清水祖师庙最著名的就是它会掉鼻子，要告诉你就是有灾难发生了，很灵验。大家有机会来淡水可以来看看祖师爷显灵哦，所以说未爆弹在这边啊，显灵让它没有爆炸，然后现在大家用来用蜡烛啊什么的，很酷吧。我是拿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，那其实每次回来我就觉得，哎，怎么对台湾这么陌生？对，那以后你可能就是要拿美国绿卡，然后等美国公民，那这种生活是我想要的吗？那就会开始自问自答，那结果最后还是回来当台湾人好了。这里是大家的后花园哦，也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会去海边走一走啊，看看海，看看山，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舒压的地方。很少台湾人或者说很少北部人没有去过淡水，金宝去淡水都做什么吃什么？吃阿给吧，阿给，而且大块牛排，而且你都说你都是怎么样急急忙忙的？对啊，因为要去淡水的话，我都是直接骑车啊，从淡水然后到金山，然后就到基隆再绕一圈回来。那请问一下，谁坐你的后座？自己骑啊。你确定是只有你自己吗？难道你上次在我后面看到了红衣小女孩之类吗？哎，这是诚意哈。但是我们刚刚看到，就是宇恩哦，在刚刚在里头就是也有就是骑脚踏车嘛，可是刚刚都着重在淡水这个地方哦，其实宇恩他的管辖地区非常大，对不对？不止淡水，还包括对，还有巴黎、三芝跟石门。你看他的声音好有磁性哦，从小就这个样子吗？巴黎、三芝、石门，对，我好像跟洛芳有一点像。洛芳是后天的吧？对啊，你的烧香没后鬼啊呢？没有啊，我本身声音本来也就在低，现在更低一点，现在更低了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就是顺便给大家一些上次吃不完的药这样？我还有可以给你。对啊，或者是去那个什么迪化街采购一下有有啊？对对对，那个时候，不然说真的，来王浩宇，你讲一下话。讲什么？你看声音如此，对啊，清甜高八度，对不对？肯定要去阉割一下。但其实大家会比较好奇的是，像淡水啊，它这个地方很大，而且最近淡水的百货公司明同百货，对啊，最近好像经营权上面有些瞧不拢哦。大家想说，哇，淡水的这一家唯一一家首家的百货公司可能就要倒了，大家想说怎么办？如何解决？政府为什么会
这么没眼光，为什么会跟一个快要经营不上的厂商合作？嗯，对，这个要问朱立伦。哎，不对，不是，他是台北市政府。科批要问科批，要问科批，对，捷运局的，是捷运局，捷运的，对。但是，但之后你要怎么样去督导这一块呢？淡水竟然百货公司经营不下去，我想其实我们淡水这个百货公司是一个指标，所以真的要好好把它经营起来，不然以后我们新市镇的华纳影城怎么办？哎，影城到底有没有啊？这个合约上是有啦，但是你知道合约就是参考用而已。可是我看了一下目前啊，这个三大影城在展变的这个部分啊，目前没有淡水这一块。对呀、那就是他们跟建商合作啊、号称说你走到楼下就在楼下。对啊。但是我们知道说像是原来以这个戏院来看啦，搞不好呢集集的戏院会比淡水的戏院还快盖好。其实大家想到淡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交通，就是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淡海的这个道路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今天雨恩就有那个塞车塞到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不是就有塞车塞到？那自己会觉得怎么样？就是这个问题，每个人在想都在想这个问题。我想，因为淡水对外的连外道路只有一条哦，就是中正东路，那所以说大家要出去都要走那一条，那不是只有平常塞。假日也塞，因为假日礼拜天对大家都要去淡水，所以我们就是一天。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塞，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急迫的需要解决。而且淡水住的人这么多，对呀、然后我们的市长他就是环评又做不好啊，市长对，所以说要真的要好好监督他。所以说，我们这样想一想，我们这里头能够监督到党主席的也只有宇恩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吧，我现在开始监督了吗？现在就开始监督了。但那时候有临时会的时候，我是很想要发问说。因为我们有淡江大桥从淡水到巴黎要盖的，我很想要说，如果108年盖不成，你可不可以去跳淡水河、跟王世坚？那这样会不会出来跳的是王世坚学长啊？但是想问一下，刚好吃到那个阿给嘛，你去都吃阿给啊？什么样的阿给最好吃？对，阿给那么多家。就是看你跟谁吃啊、最好吃的阿给旁边坐的要是金宝，那还是外带回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可自己吃，是把金宝外带回家还是阿给？把金宝带回家给哥哥吃，他很会讲。好了，但是旁边有没有包饺？就是原来就是自己啊，就是在淡水啊，还包括说像山芝啊、石门这么多地方，会不会大家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地管的很大呢？这个比中立啊，这个比集集都还要大，你会不会就很偏心，就只想要管淡水而已？你会看不起其他这几个人？绝对没有。现在有电话、有手机、有网络，一通电话。我们马上不是我到，也会是别人到，就是哥哥到这样子。我刚刚谈到这个吃哦，这个议员里头呢有最会吃的，最会吃的到底中立有什么东西？加好加，就好加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王浩宇。